要表现好样子。所以这和法界本无量物，在真理，其大无外，其小无内。我对于古人说这两句话非常佩服，他怎么能说得出来这两句话？学佛之后我们晓得，这两句话是佛说的呀。最初说这两句话的人，我相信他是佛才来的，他不是普通人，凡夫说不出来。啊，法界确确实实无量啊。如是严净无量佛土，啊，这些都是我们修行表演的场所。啊，度脱无量众生，度脱众生最重要的，是要让众生建立信心。佛法教学头一个科目就是这个。一切众生没信心的，啊，信心建立，首先是自信，他容易接受啊。你首先叫他信佛，他不相信，他不能接受。啊，首先相信自己，相信自己本心本善，啊，只给他讲这个。相信自己有怜悯之心，看到别人受苦受难，啊，心里也感觉到难受。这就是恻隐之心。啊，进一步相信自己能够帮助别人，没有钱，没有地位，也能修无量功德。啊，修真实功德不一定要钱的，如果有钱才能做功德，那没有钱的人生生世世那都受苦啊。往往贫穷的人修的功德是圆满的，富贵人修的功德不圆满。